南山律在家备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34面，我们看到以二不犯的这个地方，这是属于饮酒戒的开言的部分。好，以二不犯。那先看第一段，世超云：律不犯者，若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若用身外涂疮，一切无犯。那这个地方说明这个饮酒戒开源的情况有两个，律不犯，律中不犯的情况有两个。第一个呢，若病，生病了，而且是这个病啊，不是小病，不是一个身体的小小不舒服啊，就说我病了可以喝酒，不是的。重点是什么呢？余药治不差，你用其他的药治疗之后没有办法痊愈，那然后呢必须以酒为药。好，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到第二段会再仔细的说明。好，这是第一个，生病的时候而且是重病的时候开源。第二个呢，若用身外涂疮，我们涂碘酒这个外用的这个创伤用的这个药那么可以的。好，那当然这个不是喝进去啊，是用来涂疮，那是没有关系的。再看第二段，戒疏云：余药不治酒为药者，非为有病即得饮也，故须片以余药治之不差，方使服之。所谓余药不治，那么必须用酒为药的话，他说不是有病就得喝，不是说什么这个我身体这个太寒了，这个叫病，那我就喝点酒不是这个意思。必须以余药治之不差，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比较重的病比较重的病你用其他的药治疗之后都不能够好，都必这个时候才能够这个配酒，那么来喝。但配酒来喝的话有几个要点，就是说根据这个五百问论里面说，必须合，这合药来服，不得空服。就说这个酒，它是做药引的，不是说拿酒来治病，所以必须将酒合着这个药一起来喝。那这个不得空腹的喝。同时，在善见论里面他说，如果用这个酒来煮这个药的话，还必须把这个酒的酒色、酒香、酒味给去掉，才能饮。如果呢还保有这个酒色、酒香、酒味的话，就用酒煮药还保留酒色、酒香、酒味的话，那解这个突击罗下罪。好，这样子。那同时呢，我们就说像我们这个住在僧团里面的人，出家众假设真的有这么一天，必须这个有就重大因缘必须喝酒，好像比如说在那个台湾比如说有他被毒蛇咬了，被毒蛇咬了之后要打那个抗毒的血清的时候，他有的要配合那个酒喝下去，像这个是很紧急的状况。好，那这个是开源的。那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个必须喝酒的话，那你的人这个时候必须住在这个僧团的外围，不能就这个时候你不能住在大众当中，因为喝酒嘛一定会有酒味，那个酒味到这个时候进入这个大众或进大殿都不合适，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到大殿里面去。同时这个时候如果喝酒的人他住的话，他住在下风的地方，比如说东风是从东往西吹，他要住在西边这边，不然不能住在上风东边这个地方，怕这个酒的臭味往下传，有这些的这个同时的这个忌讳。好，那总之现在医学发达，说是需要一定非得配合酒喝下去，好，那也就不多了。那像药酒，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喝的。好，药酒的话，它里面虽然说含有中药，但是呢，它同时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那是不能喝的。其实最好的强身办法就是多拜佛吧。这个药酒要是能够强身的话，
喝药酒的人每个人都很健康了。好，再看到甲二的过中时，我们知道这个迟午，好，迟午就是不能过中时。看到乙一的这个犯相，好，具足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构成犯相。好，那当了丙一的这个列元，世超云四元，一是非时，二非时相，三时时，四烟烟犯。好，那有四个条件构成犯戒的因缘。第一个非时，好，所谓非时就是说太阳，就是太阳过这个中天再偏一点点就是非时了。好，所以其实不一定是十二点，这个随着季节的变化，那么随着地区的不同，太阳过中天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好，那有个那个软件呢，它可以算，比如说你在你在上海今天几月几号，然后几点太阳过中天的时间。那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新疆，在西藏，那太阳过中天的时间，当然越往西边呢、啊，太阳过中天的时间会越晚，因为大陆是同一个时区啊，不像美国分几个时区，大陆同一个时区，比如说在上海这个地方，这个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那如果是就比如说新疆啊、西藏那个地方的话，它实际上可能会有几个小时的时差，还不到十二点，所以到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太阳过中天的时间可能会可以拖到一点多的这个时间，一点多两点的这个的时候。好，那但是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太阳会提早过中，所以最保险的话，当然就是在11:45左右。大部分来说，11:45左右，那么也就太阳也就那个之前的太阳都不会过中天。好，就春夏秋冬四季来看。那这是严格的来讲就是非时，是根据太阳过中天的这个时间。好，那这个就算这个非过午了。好，那详细的这个我们到第二段再来说。好，这个第一个非时，第二个呢非时想，你也知道这个时候是非时，不是这个是那个比如手表看错时间呐、啊，或者搞错啊，不是这个因素。而且确实知道是非时的。那第三个呢？时时，好，所谓时时就是说，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些东西吃的可以让我们饱足的，好，那这些都是属于时时。好，那这个关于时时，我们待会后面再说。第四个咽咽饭，就是吞一口解一品的，好，这个解一品的这个罪。那解一品的这个中品的罪，这样子吞一口一个中品的，好，这个不这个非时时的戒，非时时的这个罪。那这丙一的列缘，丙二的随事，我们就开始解释这四个缘的内容啊。看到这个第一段，世超云，律云时者，明相出乃至日中，非时者，从日中乃至明相未出。好，那看到时的定义，所谓时的话就是说从明相出，所谓明相就是说在晴天，不像这样的阴雨天，在晴天的时候，你在清晨比如说五六点到户外没有灯光的地方，可以看到手掌上的粗纹，不是细纹，是粗纹，那这个时候称之为明相出。那说阴雨天怎么算呢？比如说昨天晴天，假设早上五点明相就出来，那今天下雨，五点的时候还是乌云密布，那到外面看不到掌纹没有关系，因为昨天跟今天距离时间很近嘛。那昨天五点明相就出，今天五点，虽然说你这个时候阴雨天到外面去看不到手的粗纹，但也是可以算明相出，这样子，就是说，所以明相出的判断标准是在晴天的时候判断，不是阴雨天呢。好，这个是明相出的一个标准，乃至于日中。我刚讲日中的话，不是十二点，而严格的来说就是太阳过中天，太阳它会运转嘛，
那么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东到西到正中央的时候，所以每个地方那四季每个时间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刚才讲保险一点的话，就是11:45之前吃完也差不多了，40或45之前吃完就差不多就没问题了。好，所以你如果要吃得很严格的话就这样子。那所谓飞时是刚好相对的，从日中太阳过中天到第二天明相未出来之前，那这个呢称之为飞时。好，那再来看下一段，升起日正中时，敏时飞时，落时亦犯，时过如一瞬一法，时者正犯。好，在升起律里面讲的很严格，他说在日正中，就是太阳刚好到中天的那一刹那，这个称为时跟飞时的交接的这个时候，时跟飞时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吃的话也是犯。那所谓犯的话，这个时候它并没有犯到中品啊，它只是结下品。根据升起律来说，在时跟飞时交接的这个时候，等于就是你一脚跨在门外，一脚跨在门内啊，这个边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结突击罗下品罪。一般来讲升起律啊，这个五部律当中，一般来讲升起律治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好，那当然我想我们不要掐得那么准了、啊、那吃饭哦那么紧张好、哦、也是不好、啊、好，你就早点吃饭好、哦、就好了。那假设你知道说今天12点好、哦、比如说这个11点好、哦、45分30秒刚好太阳过中天，那你刚到11:45分30秒刚好吞下最后一口，那这个时候那叫时非时，那这么准时的话，那这个时候就结下罪，突击罗下罪。但是呢，时过如一瞬间一毫法，所以一毫法就是古代是没有时钟，都用那种日晷、哦、他为什么知道太阳过中天？看那个日晷啊，然后那个太阳的阴影就知道有没有过中天、哦、过一瞬间或一毫法的这个、哦、日晷一毫法的距离，这个时者就是正式的犯这个中品的罪了。好，这个就是定义时跟非时的差别。好，那各位如果有电脑，然后需要那个太阳过中天的时刻哈，我到时候会发在那个群里面，在这些学会的群里面，各位可以自己去下载。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持戒的时候矮板一点还是好，好，不要讲说这个时啊没有真实性啊，一切都是幻化不实，不要讲那么高的境界，就是尽量啊准时点这样子。接着看这个下一段，前列缘中云时时者，如书抄所谓豆谷乳酪饼果饭菜及米汁粉汁等，从迷相出至于日中，圣教所许，故名时时，非时不许妄服。前面讲列缘当中，列四缘当中的这个所谓的第三个时时的标准，好，像在如书抄书啊，就借本书抄的形式抄，好，这两本道宣律祖借本书和形式抄，好，这个是属于林智律师的这个注解哈。他所谓的这个时时是什么呢？豆类，还有五谷，还有乳酪，还有饼干，还有水果，还有饭，还有菜。好，那这个都很明显的，好、哦，这都是固态的东西啦，好、哦，这很明显的。还有米汁，所以米汁就是说你把这个米啊，这个把这个米啊煮成那个汁，哦，这个你把它煮之后，它的那个汁，那米汁是这样子的。这个米汁的话有两种情况，你如果把这个米煮之后，这个皮啊没有破掉的话，那当然那个汤还是很澄清的，那这个时候可以做飞时浆。但是如果这个米汁煮到破掉了，汤已经混浊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时时，好像我们喝的那个米浆啊，好，它属于时时，好，米汁。还有这个粉汁，好，粉这个粉就是说的五谷类的粉，
刚刚是米了哈，那这个是粉的话，就是五谷类的这个粉，这个麦类啊这些的麦粉啊，反正这个所有的五谷类的五谷杂粮的这个打成粉，那么它也是属于这个食食。所以说五谷杂粮不管是颗粒的原态，还是打成粉泡水，这个都是属于食食。那从明相初到日中之前，那么就是圣教，佛陀的圣教所允许，允许是什么？允许说在食食食在这个在食这个食食的时候可以吃。好，那这个叫做顾名食食，好，就是说在我们那个过午前可以吃的，所以称之为食食。那非食不许妄服。好，那这是第一个食食的定义。看下一段。若清晨之果汁及蜜等，并一切咸苦、辛甘不认为食之药，如胡椒、黄芪等，以上三类不明食食。若有病者，以水和合，非食开服。好，那像清晨的果汁，这个属于非食浆。所谓清晨的果汁，就是说这个果汁打成汁之后，然后没有这个已经没有悬浮的颗粒。好，也就是你把它打成汁之后，你拿很细密的网把这个悬浮的颗粒都给滤掉，纯粹的清晨的这个好没有残渣的这个汁，称为清晨的果汁。好像外面卖的那种浓缩的果汁那种的，好，清晨的果汁，这是属于好这个非食浆。还有蜂蜜，好，蜂蜜这个属于七日药，好，那这个也是过午好可以喝的。好，因为它也是没有残渣嘛。这个第二个蜂蜜，第三个呢，一切咸苦辛甘不认为食之药。好，所以这个包括中药西药。那么中药西药的这个话都可以吃啊，因为中药西药的本质就是咸苦辛甘呐。好，这个一点都不好吃啊。好，不会有人把它当点心来吃的。好，像胡椒、黄芪等。好，那这个都属于这个中药类的。好，那西药当然也是一样，那这个都是过午可以吃的，好像人参也可以，好，人参这个也是属于药嘛，就是可以，人参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把它用咬的吃进去，好，没有问题，好，或像酸梅，好，这个也是很酸梅也是可以，好，也是可以吃，还有这个像茶叶也可以喝，好，茶叶算苦的嘛，那茶叶把它泡，茶叶当然我们都是喝它的。喝它的这个液体啊，不会就吃那个叶片的、啊，喝茶叶，好，那这些都是属于进行受药。当然出家众会分得比较清楚哦，非食浆、七日药、进行受药，好，那个做法不同。但是在家居士就没有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过午，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好，以上三类，好，三类都是非食浆，好，果汁的非食浆、蜂蜜的七日药，还有一切的哦。什么咸苦甘辛呐、啊？这些的中西药，好、哦，这是这个进行受药。这三类不明食食，好、哦，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正食啊，好、哦，五种的正食。所以若有病者，以水和合，好、哦，用水来泡果汁啊、蜂蜜啊，还是泡中西药来吃，非食开服。好、哦，那这个是允许来用的。当然是必须真的有病源，我才能够用，哦，不是说我就是哦纯粹贪口腹之欲，不过当然律上所谓的病源是很广的，哦，热天气太热，我喝果汁热，哦，身体的燥热也算是个病源，哦，那么或者是口渴，哦，口渴也算个病源，哦，所以就是说不是因为放逸而去喝就对了。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食食的一个定义。好，接着看下一段。世超云：五百问云，食以用阳之，若挥漱口。那这个是开源不犯的，就是说，吃完饭之后不再嚼阳之，就嚼阳之就是那种。羊汁那个羊汁的那个汁啊，嚼一嚼那个羊汁啊，
就当我们现在那种刷牙的意思是一样的，或者挥漱口，那个专门漱口用的挥，这个都是刷牙的意思的哈。就是说过了中午，吃完饭过了中午绝羊汁，或者用挥漱口，好，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是不能够吞进去。好，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绝羊汁或者挥漱口，那个羊汁啊或者灰啊不能吞进去，吞进去变成还是一样啊，不行。好，就是纯粹漱口用的了。好，就我们用牙膏刷牙，那这个当然可以。好，但是牙膏就是到时候要把它冲洗干净。那另外如果说好，看下面乙二的这个不犯的部分。世昌云：律不犯者，若作黑死蜜和米作。好，这个地方讲到律中，说明开眼不犯的情况。第一个，做黑死蜜，这个死蜜就是冰糖。好，那做冰糖的时候是用这个蔗糖和糯米，好，就把它合做，就是冰，就是那个蔗糖加糯米两个把它加一起，然后把它煎煮而成的。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加这个糯米的成分，好，但是当做成冰糖的时候，里面可能就是好糯米成分就比较少了，好，那这个是这个冰糖是属于七日药，那过中午是开元，为了这个治病的原因呢，哈，吃冰糖那是可以的，好，因为这个冰糖它实际上也不能够当那个饮料啊什么这样随便喝，好，这个冰糖啊，它也是这种药用的，它是比较属于冷性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不知道啊，这个把冰糖当糖果来吃啊，吃到就会拉肚子。好，所以这个冰糖，所以因为冰糖本身它就不是当不像那个糖果一样啊。好，那这个不行。这个是开源的。第二个呢，有病者主脉病皮不破，入之饮。就说他身体比较虚弱，或者等等的病，那煮这个麦子。然后煮麦的时候呢，让这个皮不要破掉，煮到恰恰好，不要破掉。所以那个水啊，只有这个麦的营养，但是没有那个悬浮液在里头。然后露汁，露就是过滤，把那个煮好的这个水啊，然后再煮好的汤啊，这样用细密的网再稍微过滤一下，然后再喝，就像现在喝的那种麦汁啊，或者黑麦汁那种的，那这个也是开源的。第三个，若喉中现出还咽不犯。好，喉中现出就是说有时候吃太饱了，好，那么吃太饱，那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好，从里面出来，从胃里面这样呕出来，你就吞回去不犯。但是这个所谓还咽不犯有个差别，看下一句，善见出喉还咽犯，就是说这个吃太多啊，从胃呕出来的东西刚刚出到，就是说没有离开到咽喉，那么到咽喉的时候就吞回去不犯。那如果已经到了咽喉，正到入口了，到嘴巴了，你再吞回去，那就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如果已经到了口中了，你就要吐出来，如果没有到口中，只是还在咽喉当中吞进去不犯。好，这个律上是这么定的。好，这是不犯的情况。再来呢，世超云：生其一切豆谷脉主之，头部灼破者之之。好，那前面讲的一样。那根据这个生其律啊，好，一切豆类、谷类、麦类主之，那头部灼破，这个灼破就是不要破开，好，煮那个麦类啊、谷类那个头啊，不要开花。好，等于就是说只是营养分到汤里面，那这个没有把它煮烂掉，那个水还是澄，那个汤还是澄清的，这种汁那是可以喝的。底下准死这是个，下面这个是小字，是弘一大师的小字的注解的，这个地方排版没有把它排出来。好，我们看这底下的准死：非食开饮不为脉汁，兼及豆谷主之虚皮不破，入之心沉，病者开服。若皮为破，汁稍浓浊，即属实施，慎之。那么准此呢，我们可以知道非食啊，
开饮，哦，不只是麦汁，包括豆汁、豆类和谷类的这个汁都一样。就是说必须要把它煮了，煮到这个皮不要破皮，所以那个汤还是澄清的。然后煮完之后还要再拿那个细密的棉纱的网啊，把它过滤一下，让这个汤啊完全的清晨，那有病的人好，开源饮用，像那个黑麦汁啊，就类似这个意思。那如果皮稍微破掉，汁稍微浓浊，就是属于实时。好，那这个必须我们要知道的，好，实时跟非实的，好，这个差别在这里。好，接着我们看到甲山的高大床，也就是不能做高广大床的、这个、高大床。世超云：绿云高如来八指，都论高大稀饭，俗人八戒一同。我们定义所谓什么叫高广大床啊？好，那我们先说为什么律上不让我们睡高广大床的目的，就是说会增长我们这种贪心跟骄慢的心。你看这个床很华贵，哦，非常非常华贵的这个床啊，你睡了之后，第一个很骄慢啊，我睡这么，这个是我的床啊，这么高级，我产生骄慢的心。第二个呢，产生贪婪心，哦，非常华贵、非常精致的床，那这个时候叫你早上四点钟起床，哦，我看难哦，这个睡啊躺下去又不想起来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寺院的床都不会太华贵，好，因为太好的床会长贪长慢，那这个时候对修行来说啊，那都不是好事情，好，所以就是好睡这种普通的床。那我们看这个所谓高广大床的定义哈，根据第一个是引律适量，引这个律文来说明这个高广大床的这个量。律云高如来八指，那个八指的话就是我们待会那个再定义。所以八指是这个啊，是以如来的这个手指头好为限度为标准的哈。好，那么多论高大稀饭，萨婆多论它里面说啊，高广大床的话，所谓高和大都犯，太高不行，太大就太广也不行。好，那像寺院的床基本上都是合格的了哈，像双人床啊，哦，那是不行，或太高的床，也不行。哦，当然有开源的哈，待会后面会讲开源的部分。那俗人的八戒，哦，在家的居士的八关斋戒，这个高广大床定义也是一样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根据律上来讲，所谓高广大床不只是尺寸，只要严格一点的话，包括这个床的本身的材质，有金、银、什么象牙，好，哦，这个或者总共七宝所做的这个床，纵然它这个尺寸合乎标准尺寸，但是也是属于高广大床。所以就是说你们家的床啊，如果是非常昂贵的，那就叫做高广大床。好，那么再来这个是就约的这个言事来说，啊，那么约的这个人来说，哦，这个佛还有师长父母的这个床，啊，这个就是我们下辈的也不能，也算是高，对我们下辈来说也算高广大床，下辈的也不适合，哦，去睡。好，那这是附带一说的。在第二段呢，定尺数，所谓高如来八指，这个八指的尺数啊，八指者一尺两寸，箕舟尺一尺六寸，唐尺一尺三寸强。好，佛的这个八指啊，佛的一指啊，大概相当于舟尺的两寸。好，因为佛陀啊，他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周朝的时候，好，那么所以相当于舟尺的两寸。所以那么箕舟尺的一尺六寸，也就是唐，所以八尺嘛，八尺就是一尺六寸嘛，对不对？舟尺的一尺六寸，那么一尺六寸相当于唐尺，那么唐尺就是唐朝道宣律，因为道宣律是在唐朝嘛，相当于唐尺的一尺三寸强，一尺三寸多。那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把这些单位换算来换算去，
后来我算算，差不多就是差不多30公分到37公分，好，这么高，好，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这么多，30到37。厘米，没那么少了，还多一点。好，对，所以我们待会说有开源的情况，就是说我只是按照立文先讲，立文来说是这个高度了哈。好，我应该没有算错才对，或者回头我们来算一算，一尺三寸。唐尺一尺，因为唐尺跟现在我们现在尺又不一尺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一尺，台湾一尺30公分呢？台湾大陆一尺的话多长？差不多三十厘米。这个是地砖啊，60公分的这个地砖，那、这个两尺。60公分，这边60公分，这边60公分，这边一半。好。所以30公分是差不多，你看一尺像一尺30公分，唐尺一尺3寸长，等于唐尺一尺多，唐尺可能好像比现在要大一点，所以唐尺的一尺三寸多相当于现在也差不多一尺左右，一尺30公分，30到37，所以差不多。好，我们先说，那么我们这个看看下面的哈，床者凡这个底下哈，这个是小字的，弘一大师的注解。好，床者，凡坐卧诸床皆属之，就是说，所谓床不一定是睡觉，包括你坐的这个沙发，哈，也是一样。所以有人问我说，他说他那个床尺寸啊，超过了，是双人床，那他说干脆去睡沙发好了，因为沙发尺寸合。他跟我说沙发比床还贵，我看下，那还是睡床好了，因为这个。高广大床的定义包括那个包括这个材质啊，好，很多人的家里沙发都比床还贵的，那我看还是睡床好了。就是偶遇大师他是有时候开源的哈，我们这也不是随便说的，他说如果家里没有背小床坐，暂时坐卧无妨，就说如果你家里面真的没有很背小的那种合乎标准的，所以背小就是说尺寸也合，材质也合，好，那这种床坐的话，暂时啊，比如八关斋戒嘛，暂时坐卧那不犯，这样子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到居士家，他们家床，他们家沙发就这样子啊，我总不能不坐吧？那总不能叫坐地上啊，所以暂时坐卧那不犯。好，那如果各位就是说守八关斋戒的话，当然条件允许哦，你就找个小床铺，简单一点的。那如果真的实在家里面实在是没办法，就这么大的空间睡，那就得睡双人床，那就是一个人睡了哈，睡双人床那就是也就没办法了。好，再来呢，床足用佛指量，佛指者每指即周尺2寸，好，2寸差不多三四厘米左右。那么后段抄文开支脚木用人指量，人指者每指即周尺1寸。周尺一寸差不多1.8到2.3厘米，好，我那时候记载的算过了。周尺体量，如附录中周尺考伟明，就是说，在家背览，我这里是没有附了哈。在家背览的正文的后面有那个周尺考，弘一大师在做事很认真啊，唐尺多长，周尺多长的，他考据之后画出来，好。那反正我那个时候算来算去，好，就差不多就这么长。好，所以再看下一段。行中云，律云，除入壁孔上，未入孔损头，不在数也。这个壁就是损头，这个就说所谓的高如来八指，它从哪边算起呢？这个椅子。这个面呐、啊，跟脚接有个接准的地方，这个接准不算，从接准以下算，好、哦，这个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为入孔损头，就是那个接准的哈、哦，接准可能各位都知道，古代是不用钉子的，就是拿那个木头跟木头这样接起来，然后这个插销插进去，啊，古代技术很好，这椅子就很稳了。
好，那这个榫头这个接榫地方不算，从接榫以下算起来，如来八指差不多30到37厘米左右。好，那这个是行中记得，哦，说这个榫头不算。那下一段，世超云：僧祇若下士处，用八指木之脚的，好，就是说像下士处，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太潮湿了，好，比如说我们南方也算是潮湿的地方，好，比较潮湿的地方用八指的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支脚，这个支脚就是底下垫的这个脚，就是把这个床给垫高，这个就叫支脚。那八指的这个支脚的话，八指的支脚差不多周尺的这个八寸，好，这个周尺的八寸差不多15到18厘米。那你又说15到18，那加上30到37，加起来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就是我们这个属于下士处，比较下士处太低的话，那个睡觉会生病嘛，所以加这个律上允许这个垫高15到18公分，加原本的30到37公分，加起来也差不多50几公分，40-50公分，40-50厘米啊，那也差不多了。好，那这是高大床哦，高广大床的这个定义。好，下一段，礼佛，礼佛事多处床者，今称为拜凳也。这个地方顺便讲到这个拜凳啊，哈，这个在汉地啊有这个习惯，在那个高就是这种高高拜凳上拜，好，大多处于这个床，支床，在支床上拜，就是说怕地上太下湿，所以用拜凳啊把垫高，好，这样的意思。好，再看甲士的延伸，好，就是以这个香花幔庄严其身，这延伸的部分。支持云：须涂以花结幔冠首，即用香油涂身，以为美饰。此方须除带配花缨，那脂粉涂面等。反正就是不管西土、印度的，以这个花结成花幔，那个放在头上，或者香油涂身，好，这个是印度的习俗。那这个都是属于香花幔、香花幔跟香油涂身。那此方呢，需除带，这个除是安置的意思，安置的佩戴花，还有璎珞，啊，脂粉涂面，反正就是所有的装饰品，所有的化妆品啊都不行就对了。简单讲，就像以前，那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东西呢？以前我师父他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他说，像我们凡夫众生，你说有带花跟没带花，感觉差不了太多。那你看哦，比如说我师父他说，比如说你看印光大师的照片，非常肃穆庄严。但印光大师的这个法照上，如果胸口戴个胸花，感觉这是不成样子啊，就不庄严。或者呢，印光大师跟弘一大师见面的时候，印光大师问弘一大师说：“现在几点啊？”弘一大师把手上金表拿起来看，哦，现在下午2点多，还是 Rolex 的。这个时候感觉是弘一大师就不庄严了，所以这个就不适合，因为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他很亲近。他身上戴个什么那个 Rolex 的这个手表啊，或者什么戴个胸花，就觉得就是很不适合哦。或者像那个唱功上的照片哦，上面如果挂个胸花或挂个花幔，好像觉得很不合适。那从高僧大德他们亲近的相状来看，就知道不合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要定这个戒。所以我师父说，有时候你说这个事情我们做合适不合适，你就想想看古代高僧大德他去做合适不合适，差不多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好，就是说，至少对个硕士八关斋戒的人来说，好，你就拿古代高僧大德，如果他也这么做，好不好？你大概就知道了，好不好了。好，再看到甲午、庚午，好，庚午娼妓。耶稣云：作娼妓乐者，娼曰排忧，以人为戏弄也。乐为金石八音之所奏也，既通男女，其奏乐者。
这个歌舞娼妓啊，这个娼是排忧，这个排忧都是古代啊演那个滑稽戏剧的这个艺人啊，就称为排忧。好，人以为戏弄，好，这个就是像现在的丑角了。好，那么当然不止丑角，就所有的一切的，好，这个演戏都算在内。好，电视电影啊，或者是现场演的都算在内。乐的话呢，为金石八音所演奏。好，金石等八音，就是金石、丝竹、刨土、革木。好，金石丝，好丝那个丝的那个弦乐器啊，丝竹子做的那种管乐器。刨的话就是左边一个那个夸，然后右边是个包子的包。好，刨土革木，反正不管用什么做的乐器，好，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乐，它称为八音之所奏也。那么妓通男女，就是这个特别是男女好演奏音乐称之为妓，就是唱歌跳舞。好，那不管参观或者自己做，那么这个时候都不合适，因为啊这个会增加我们的放逸的心。好，一样嘛，一样道理。你看如果弘一大师因为他是唱歌，好不好看啊？一定不好看啊，非常不合适。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5分钟。